敬堂曲《基督的小羊》。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姐妹，可敬的吴淑平神父是一位忠诚的牧者，宽仁的慈父，一生致力扶传，尊重生命，关怀弱小，维护多元文化。如今他已完成了天主交给他的使命，光荣地回归天乡。今天我们怀着信德，相信吴神父已经进入了救主基督复活的光明中。现在让我们与神父一起感谢天主的眷顾，并和在天乡的他一起祈祷。主基督，你是羊群的善牧，你引导王者到达永生的居处。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主基督，你借十字架与人和好，你使王者摆脱一切罪过的束缚。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主基督，你自死者中复活，愿你把同样的恩宠赐给对你怀抱着信德的王者。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拣选了你的仆人，我们的吴淑平普陀路神父，做你教会的师铎圣职。他在世时，既然忠信地履行使命，求你赏赐给他在天上
得享宗仆的赏报。愿圣母基督迎接他，使他与众使徒、圣人、圣女们在一起，永远想见你光辉的圣容。以上所求是靠的圣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圣道礼，请坐。Alis dulu, terus mentasa petasan. Kepada tasisan, malaga nanodo isum sumin, masa maciala inomisan, singgudak kuda hingudangan nikya kanatungin adak, masa inamuan palutan madilia nikya na manatpin adak, masa Sin la tuza de kia nanindo alis utako. Maiska haibi, maza mamantuk, manau ada ania simbaskala tamuhong, parsanusanin ada kisu taman ikanin. Maza tanadipin mamantuka simbavati kia nanundo na paska anak, aivana kisu tamuhong niki. Nitu mua maailakun.Amin tu nama Ayubis jika upaka di sekaun ni jika tersisaan kau pindah tu semua tak sah petasan Ta chang yongI'm sorry.
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Tin ti gao ba ga ja li jia ma za sao mo na zai fan a mo jia ni za kan ling a ti ka ni haleluya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你。那时候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所以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既光荣天主。说完这话，又对他说：跟随我吧。天主的圣言。请坐下。五里浪，美好美上，美好美上。各位神父兄弟，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各位善友，还有我们透过直播，可能在国外，在我们台湾各地的关心吴神父的弟兄姐妹，还有他的家人，就我所知道，他们的家人也在，透过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感恩弥撒。那我想首先感谢大家，这个不畏风雨，还有不畏疫情，大家怀着对我们吴淑萍神父的爱，我们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感恩追思弥撒。让我想起三年前我们五戒在庆祝堂庆60周年，那一天也碰到台风天，
那么到底说要不要办啊？最后还是说我们风雨无阻哈。所以呢，前一天我也把雨鞋都准备好了哈。那时候来这一边啊，风雨交加哈。但是我们相信啊，大家对天主的爱，大家对吴淑萍神父的爱啊，虽然昨天我们也受到各种啊警戒哈，不过今天目前这个时刻啊，无风无雨啊，我们真的是感谢天主的恩宠啊。虽然我今天雨鞋也准备在车上啊。那我想天主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啊。我们所敬爱的吴神父过世的那一天啊，蒙主恩召的那一天是5月3号啊，可能为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假设我们去看那一天我们教会的礼仪年历，那一天是复活节第四主日。我们大家知道第四主日，复活节第四主日是什么主日吗？善牧主日啊。你看天主多么巧啊，就在善牧主日那一天把我们所敬爱的，我们教友描述他是兄长，是朋友，是父亲，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爱我们的天主的宗仆，有人描述他真像耶稣的一个有羊味道的善牧，就在那一天召回天主的身边哈。那天主是多么的奇妙。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举行感恩追思弥撒啊，更奇妙的是啊，昨天我们教会原本是要过耶稣升天节哈，耶稣复活后40天啊，耶稣升天，那我们一到主日来举行哈，那我们明天的主日来举行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在庆祝耶稣升天节的这个时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我们所敬爱的吴神父来告别哈，啊，欢送他升天哈，回到天主的身边。那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一位姐妹啊，在我们教区制作的怀念吴神父的影片里面提到的啊，就是吴神父当初啊，因为他失忆的缘故啊，那失智的缘故啊，回到美国总院去安养啊。那我们那位姐妹所说的啊，那时候神父就直接从过坑回去了哈，没有来到我们五界啊取兵啊，教友没有机会跟他道别哈。那我们今天感谢天主啊，我们类似另一种吴神父在的时候，他最爱的三个部落啊，我们的过坑、我们的五界、我们的取兵啊，三个部落的每一年的大会合啊，我们今天真的是个另类的大会合哈。我们在这边啊，在他啊中间哈，三个他最爱的堂区的中间啊，我们的五界天主堂举行这台追思弥撒啊，那我们借了这个机会啊，向他来感恩，也向他来道别啊。那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来透过他的言行、他的生命啊，感谢天主透过他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啊。那在我们今天的福音里面，还有读经里面，圣保禄冲突跟耶稣啊，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旅程。啊，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旅程哈，我们是一个走向天主的旅程。那保禄冲突他的描述是说，我们现在是一场赛跑哈，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赛跑。那么就是这个赛跑是跑向哪里呢？当然为我们基督徒就是跑向天主哈，跑向爱我们、创造我们、圣化我们的天主哈。那他说他也描述说这是一场赛跑，也是一场打仗哈。他说他已经跑完了，啊，这一场战役啊，人生的战役，他也打完了哈。他现在要去领受天主的一个奖赏哈。那这个奖赏是什么呢？啊，就是天主永活的生命，在天主的爱中分享天主圣山共荣的生命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每一位有信仰的人，我们的最后的归宿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达到那个归宿呢？今天的福音耶稣告诉我们，他上次问了伯多禄，你爱我吗？然后问了三次啊，那每次伯多禄都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啊。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天主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啊，不管我们过去的生命怎么样啊，如同伯多禄可能三次背弃耶稣哈，但是耶稣对我们的爱不变，他所要求的就是回应他的这一份爱啊，创造我们、救赎我们、圣化我们的这一份爱啊，要我们以爱还爱来答复他。所以啊，伯多禄啊，因着耶稣的提问啊，他说：“主，一切你都知道，我爱你。”耶稣知道他内心的最深处，他对耶稣感恩回报的爱啊。那耶稣也告诉他：“你牧养我的羊群。”哈，那换句话说，耶稣的邀请就是在弟兄姐妹们身上爱我啊。你爱我的话，就在弟兄姐妹们身上爱我。那我们相信这一篇读经跟福音，也是我们敬爱的。这个我们说的有羊味道的善牧吴淑平神父的一生的写照啊，如同我们祭台的这个背板啊，条条传爱路，步履留芬芳啊，那就是吴神父怀着对耶稣的爱啊，他千里迢迢的啊，从美国到台湾，那以他的五十多年的岁月啊，在我们的教区啊从事牧灵扶传工作啊。那当时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这边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啊，我们有一位姐妹分享说，她每个礼拜吴神父自己讲啊，大概走路要走300公里啊，就是这种精神不断的啊，如同这一户啊，我们大湖宿舍这幅图画一样啊，她就是怀着天主的爱啊，不断的奔跑啊，为的就是将天主的爱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姐妹啊，不管是在访谈里面啊，或是在我们的网络文章里面啊，都提到吴神父对他个人的生命的影响啊。那甚至有人说，不只是对人的影响啊，他对动物啊，各种动物，甚至各种花草啊，他都有那一份赤子之心的爱啊。那在他的生命里面啊，这是有位我们一位姐妹所说的，他做的很多哈，他就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感谢天主啊，透过吴淑平夫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天主爱我们的一面啊。那天主的爱就是透过这些玛丽诺会传教士啊，当然也不止哈，我们世界各地来的传教士啊，我们的过奉献圣父的神父修女们的啊，或是我们每一位愿意答复耶稣这一份爱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啊，透过他们把天主的爱彰显出来啊。那我想吴神父的生命啊，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感动啊，但是为我个人来讲，我想也分享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哈。事实上，我在成为修士之前，也到我们的部落来过哈。那时候啊，也有一次哈，也走我们啊三个部落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的大会合的这个步道哈。那吴神父在921的时候啊，也是在那时候他调到啊东市哈。那时候我们也静宜大学，我们开着货车哈，也到那时候的小明女中啊，我们教区的赈灾中心啊，载着救济物资啊，我们也到东市等等啊，那看到吴神父啊，跟那时候的何修女哈，大家一起啊为灾民的服务哈。当然后来隔一年，我们的吴淑平神父啊也调回来啊，再次的调回来我们这个三个部落啊来为我们服务哈。啊，我们今天东市天主堂也在这个时刻啊，跟我们一起啊，同一天啊，来举行这台感恩弥撒啊，向天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啊，以及为神父的代祷哈。那这一切啊，为我个人来讲啊，在接触里面啊，我想
我们的吴神父永远都是一个积极正面乐观的人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甚至我们的神父哈，每次看到他啊，他都是一个笑容满面的人哈。那为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啊，我三年前啊，应该四年前哈，我们教区在2016年啊，我们举办这个圣体大会啊。后来我去美国参加，我们那时候陆代办哈，他身为总主教哈，派驻啊希腊哈，那我们特别去啊给他祝贺哈，代表主教团给他祝贺哈。那之后也趁因为在波士顿啊，我也趁那个机会啊到纽约啊叫我啊载我去看他哈。那我想我们访问的影片里面。大家有看到他的回应哈，带我去房间啊，看看他的家人哈，我想他是很爱家人哈，看看他的照片。那之后我也请他问候我们的教友哈。那时候他已经失智了啊，但是去他就认出来哈，大家很高兴哈。那我就请他问候大家哈。我想大家看到我来讲印象很深刻，也很感动哈。他第一个感谢教友们啊对他多年的照顾哈、啊，他说他在那边很健康很快乐，啊谢谢教友们的祈祷，啊哇多正面哈、啊，多关心大家哈、啊，多感谢大家。那之后啊，当然我送一个我们那时候圣体大会的一个慈悲巴士的啊一个纸做的一个盒子哈、啊，那大家可以组合起来哈。啊一个纸板哈，可以结合起来哈，变成一个慈悲小巴士哈，就介绍哈。他看到是说，你们怎么不邀请我哈？假设你们早一点邀请我，啊，我连走路哈、游泳哈也都要去参加哈。我们看他多可爱哈，那这份可爱也表现出他多么的想跟我们在一起，啊，多么的爱我们。任何的困难，如同这一幅图一样，纵使每个礼拜走300公里，他也愿意把天主的爱，把天主的生命，透过圣事的服务，透过他对每个人的关心，大大小小，老老少少，还有我们说大中小，他的关心带给我们每个人，所以看到的就是他这么积极乐观快乐的一面啊。那我们讲到圣体大会，他说你们一定很快乐啊，他提的是快乐啊，你们一定很快乐。他说当然知道说有11000人，他说好棒啊，太美了太美了太好了啊。我们在他身上的看到的就是美好的一面啊，肯定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啊，赞美别人肯定别人的一面啊，也是因为这样子啊，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啊。那我们相信他的生命的特点就是透过完全的牺牲，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忙，不管是金钱物质或是祈祷，我们生命里程我们信仰的一些指引或是生命的困顿心理的问题都受过他的指引，透过他的帮忙。那他牺牲他的生命，他以他的生命的岁月表达出他真爱人的这一份喜乐哈，天主给他的这一份使命。那当然我们看到的哈，因着天主跟他在一起，他答复天主的这一份爱，他常常喜乐啊，把天主的爱透过一个他的牺牲以及喜乐的精神把这份信仰表达出来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相信虽然。这个吴神父蒙主恩召哈，但是我相信哈，在我们的复活的信仰里面，我们相信他今天也会赶来这里哈，跟我们在一起哈，透过精神的临在表达出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关心以及他对我们的牵挂哈。但是我们相信他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是走向另外一个生命的境界哈。如同我们一位姐妹在送访问里面所说的，她从来没有离开这个部落啊，但是吴神父带她去台中啊，她感受到哇，原来有另外一个世界啊，有那么多的人哦，不同的一样的一个世界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吴神父也透过他的生命
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他已经展现给我们了哈，透过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天主的爱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来进入这个生命呢？就是如同吴神父一辈子他所做的，他是让我们这边是五戒天主堂，是圣神堂啊。他透过圣神给他的爱，在他的生命里面改变他。他用基督的眼睛去看，用基督的耳朵去听，用基督的嘴巴去唱去宣讲，用基督的手脚跟他一起同行啊。那这是我相信很多的山友都会这一首歌哈。吴神父不经意的也唱这首歌我们教区那时候他也是我们青年牧联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常常在活动里面唱这一首歌哈。那我们相信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对天主的爱透过他生活给我们带给我们的一切，他邀请我们的就是展现这一份信仰的喜乐、爱人的精神以及全新的一个奉献所以我们祈求天主借由我们的今天的弥撒借由吴神父一辈子的给我们的恩宠，带领我们的恩宠我们也求天主让我们有他同样的心灵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耳朵同样的嘴巴、同样的手脚一起为天主来服务别人，来走向天主那这首歌第二段提的是基督的心灵同我一起爱，基督的头脑同我一起想，基督的身体同我共甘苦，我所关怀的基督也关怀这就是吴神父带领我们走入另外一个天主爱的世界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也祈求天主在这段弥撒里面赏赐给吴神父永远的安息那为我们最重要的也是带着这一份他给我们的爱我们成为基督的手脚，成为基督的眼睛继续这一份传爱的使命我们将来在天堂见。那最后我愿意用英文简短的给国外或是他的家人朋友们简单的几句话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dear family members of Father Peter Wu, join with us in through the visual media in celebrating this Holy Eucharist. Today, we are gathered here, fondly remembering a lovely person, a person tending to his sheep, a teacher tirelessly entrusting us, a friend who walked along with us. Today, as we offer this Eucharist, let us pray that the Lord of mercy give eternal rest to Father Peter Wu. Let us also pray that the Lord bless all his family members and the members of many Lord fathers and brothers. Give them the needs, strength to bear the loss of their loved one. Let us pray that we ourselves may be able to imitate the good example of Father Peter Wu, that he has left us like him to spread the law of God through our lives. Let us remain united together in prayer until that day when we will all meet together in heaven. God bless you all. 最后我也愿意代表教区以淑萍神父他的我们敬爱的神父的名字，我们献上我们的敬爱的怀念。俗世良木半世纪，
平生献身在原乡，神爱显扬存典范，护家归回永福乐。天主降福大家。信友祷词，请起立。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曾说过：“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谁相信我，即便死了。”人要活着，凡是活着而相信我的人，永远不会死亡。现在，请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地祈祷。我们的弟兄呢，阿萨伊顿呢，今阿萨尼顿的吴淑平、吴德禄、达麦斯安、马什什。Mikhomi changsun tama de kanin matsai wasu damun dangyan de da dangyan tamasa tu sin latu da andu tamaisang izan ni lakai banjia taku kalinga minasaan locho chingsoi katu bokai kokoal tongsi takuan pun mahimaun kan kamisan tustusa sin taku jia kalinga Maja kita masadan dia, jin singgah deh dah dia. Maktu min unitu inita tu cikopaga. Taisitan, masdang sapu dah tu sashok han inita tu isang. Sidaunin tama dekanin je isang dia, meluluskan dia han nata dekanin tun. Masum sum sun tama tu, maktu angsu masodat isu tu imma. Antala cukup ke singgu tak kuda cia han nastu dalak ti mata masa sin latu da anasu maktu ang hanan lada dekanin muskun sun malisian mikomit woman thongsen citau ni komi tang sana sasbi台中教区祈祷，仁慈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台中教区玛尼诺会的神父修女们，他们对教区的福传工作时时萦袭在心，对台湾社会的关心，激励着我们对台湾的福传使命。求你恩赐台中教区。能秉持玛尼诺会神父修女们的遗志，活出福音的精神，并在地广扬福音，我们同声祈祷。弥陀弥藏萨达萨斯比那迭巴迪达赖嘎达达赖嘎达。Kami nang ata disuni isya usen futo telu makan kadang kami sumsum sumsum tamare kanin tu maktong sa inai tu telu makan oknao nang tamare kanin maaybis dekdad maktong sokaba kabas anias dekdis ko pagatisan amin han madadengat isya sohanan umuanay masdang amin anias dekdad anias itu da anis ang maktong sa tamare kanin tuku maaybis ko pagatisan is dekdad isya Maktu parisvala ini itu kumitan, maktu mustang makatskat saya insa itu hubung, wah minta tuskun masumsum. Di kumitan sana sasmin.
在过坑五界取兵服务过的山友们祈祷。仁慈的天父，感谢你借着吴神父赐给我们满怀热忱的山友们，他们怀着理想来到山上，为分享与实践基督的爱，陪伴与教导着山村部落的青年与儿童，彼此拥有了那段在地若天的记忆和时光。愿天主眷顾这群山友们，不管他们如今在何处，是在世或已与吴神父团聚在天家，求主赏赐他们所需要的种种恩典。我们同声祈祷。Tistia tu makan mirdi minti nalu ukai stu liskituna na bunun masumsum. Mareda tu tamar kanin. Ihanan seni luas tu makan nalis tu tatako kalinga ka pete mentukan nai nanu kapi mau pas tu daida distu kilistu. Tistia tu makan mirdi minti nalu ukai stu liskituna na matai nai stu mibabakai cadaida. Mindangal cin alus kunan. Malulus tang ca bunun sinangka distu.Matiala mamantuka maso kasok bungun tu pagkadadadan masumsum suun tu akato alas katan malasasaypuk sa makan merdi amin dinalu kais tulis kituna na bunun matayo na isto tamasa chin sinsiail na maktun amin atatistia tu makan merdi min dinalu ki ukais tu Liskitunan min mamaadin sa kitlumaka na bunun. Si sauda tisto min langa da ima. Namaktuan ay amin palakay isto. Ito kilisto manawaan matyal to letudaan. Muamina tatuskun masumsum. Miho mitang sala saspina.请为青年人祈祷。仁慈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视青年为亲人的吴淑平神父，他长期于台中教区担任青年人的神师，举办各种青年营队，陪伴关怀年轻人。求你恩赐我们也能和吴神父一样关心支持青年牧民工作，让每一位青年都能在圣神的光照中找到正确的价值观和生命方向。我们同声祈祷。全球各地因肺炎疫情而受苦、恐慌与忧虑，并严重影响个人、社会、团体的生活，向天主祈祷。我们谦卑地来到天主台前，祈求天主引领各国都能同心协力抵抗病毒的传播，疫情在世界各地早日结束，祈求病者早获痊愈。求你降福并保护那些为照顾被隔离的病患，所有医疗团队成员，保护他们身心灵平安。祈求天主拯救那些因得新型冠状病毒而去世的人们。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仁慈的上主，
我们怀着不舍和感恩的心情，以及对你的信靠，献上我们的祈祷。求你收纳吴淑平伯多的神父的灵魂，让他分享你光明的救恩，也帮助我们有更新世界的力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圣祭礼仪，请坐下。